医生，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？我不会再借你钱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下，里面。准备。哎，好了，家属不可以进去的。哎，病人家属。病人现在情况不太好，待会儿护士会给你们病危通知单，你们考虑考虑手术。不过现在这种情况，送上手术台风险挺大，务必做好思想准备。救救他！帮我救救他！我们会的。萍萍，萍萍，家属请在外面等。家属请在外面等，先跟我过来。进。医生。麻烦你，我是和病人家属单独说过。哦，好，没事，慢慢等，慢慢等。好。坐。坐好。你心里清楚，你孩子的病拖到今天，风险越来越大。如果不做手术，只会加重他病情的发展。他现在必须住院，每天治疗、住院的费用都不少。你有多少钱？够他住多久的医院？我只有十一万。不够手术费。医生，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？我不会再借你钱。喂 ，Vicky， 是我。Hi Daisy， 怎么了？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儿啊？孩子的手术费还差一部分钱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我知道我现在试用期，没有什么资格提出这个要求。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帮我预支一部分工资呢 ？Daisy 啊。这个事儿真的不好意思，公司其实没有这样的先例，即使我向上级去申请呢，通过的几率也特别小。主任，是我，有件事想麻烦你。什么事儿 ？CM 项目确认的那个病人，
昨天病发入院了，家长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项目补贴。我看这个病人状态不大好，可能等不了了。慈善机构有一个针对我们医院试点的先天性心脏病补助，但是是针对农村户口的。聂胜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？我是不是太宠你了？明明申请条件不够，你却是急三胡子把电话打到手术室来。你可真行啊你！你跟病人什么关系？值得你这么去做吗？我告诉你，等我做完这台手术，我出去再找你算账。你可真行。孙婷是吧？哎，对，昨天刚入的院。住院押金交过了呀，系统显示还有50000。还要办什么吗？啊，我。谁帮我交的呀？稍等，我查一下啊。能查到吗？嗯。缴费人是盛方婷。对。喂，盛总，我是谭静，您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我刚出去散了个步。怎么？找我有事儿？盛总，我刚刚给孩子去交钱。什么都不用说，如果是钱的事儿，别放在心上。小朋友的身体要紧，别耽误啊。太谢谢你了。我都懂，没事。为什么要给谭静钱啊？同事之间互相帮助，应该的。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心地善良的好人了？爱上他了？我这人呢，可能不是一个好人，但是我有一根软肋，就是看不得孤儿寡母受苦。至于爱不爱的，你很清楚啊。除了我自己，我不会爱上任何人。哦，更何况你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你的念生，对吧？哎，哎呀，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一个个都出息了。你看看谭静和聂宇胜，听说从大学开始交往，到现在还在一起，真替你们高兴啊！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对，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。